Gebäude. Hi, my name is K1。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如何分解手机，因为我有超多。Hi, my name is K1。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如何分解手机。Hi, my name is K1。今天就单纯。Hi, my name is K1。今天要来跟你开心分享一下如何分解你的手机。Hi, my name is Kelly Wong。我们现在桌上有一大堆已经故障的手机，这是我从人生以来，然后我们全家故障的手机都在我手中。Hi, my name is Kelly Wong。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手。Hi, my name is Kelly Wong。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。Hi, my name is Kelly Wong。我们目前现在手中这里有一大堆各种不同的手机都已经故障了。Hi, my name is Kelly Wong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里有各种不同的故障的手机。那这一坨手机呢，全部都是我们家，就是我哈、用坏的手机，或者我们家各种人用坏的手机都在这里。那这里大部分的手机应该都是已经开不了机啊，或者是开机会宕机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故障，网路故障、WiFi 故障、蓝牙故障，或者是什么电池故障之类的。那我想说，这些已经不堪用的手机，但是我想要保留它的这样子，就是外观啊，然后有保留它的纪念价值。那我又怕它的电池发生什么事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要先把这些故障的手机的所有电池全部拔出来。故障手机，耶，不走。
OK，就是这些。OK，就是这么多手机，那我们今天就要一个一个把这些手机。OK，那就 OK，我这些 OK 就是这些东西呀。那我们有 OK，那就是这些手机啦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把所有的电池全部拔出来就对了。那我们看这边比较旧的手机，好像电池应该……那我看这边已经……那看这些比较旧的手机，这些电池应该都是还蛮容易拿出来，像是这个已经电池是可以拆卸式的，所以就早就被拿出来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这个也是吧，这个也是 Sony 的，就是 Sony 超级。那这只是 Sony 超级古老的手机，你看上面还有 Sony Ericsson 的 logo 哎，啊，这个也是可以拆卸式的电池啊，所以就整个也被拆掉了，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。那这只是 Samsung Galaxy Two 吧？那这只是 Samsung Galaxy Two 吧？这是 Samsung Galaxy，不知道是多少。那这只是 Samsung Galaxy 多少？那这只是 Samsung 的 Galaxy Two 吧？那这只是 Samsung 的 Galaxy Two 吧？那这只是 Samsung 的 Galaxy Two，应该是。那这只是 Samsung 的 Galaxy Two，应该是吧？那它也是可以掀开盖子，然后把电池拿走，所以这些老手机都没有什么大问题，电池都已经被拿走了。那这只是什么 Sharp 的什么鬼？充电。那这一只是什么？这只是什么 Sharp 手机的？不知道什么品。这只是 Sharp 手机，不知道是哪一个型号，它的 model。那这只是 Sharp 的，不知道什么型号，它的型号。那这只是 Sharp 的，不知道什么型号，这是我爸的手机。然后这个它的号码是 SH837W。那我试试看插个电，因为我们要把电池插，就整个拆掉。啊，这只是 Sharp 的，不知道哪一个型号，它的产品编号是 SH837W。那这一只是我爸的手机，那好像是荧幕故障吧，还是触控故障的，忘记了。那我们就插一下电，看看能不能开机，然后给它最后一次开机的机会，因为我们就要把它的电池拔掉了。
竟然开机了，虾米，有一个 Sharp logo， 然后呢，可以开机吗？好，那我们在它充电跟尝试开机的，过程中，我们先把这只手机拆开来看看。所以就亮了一下 Sharp 的 logo， 然后就开不了机了。嗯哼，神奇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直接慢慢的把它拆掉就是了。